常有意无意的会把我们心中的话吐露出来，经常会，所以不要随便的被人家套，这才叫什么？交浅来决定你讲话的程度。中国人他一向是交浅不言深，不像现在看到人呢，所有话都讲，其实对你很不利。你随时被人家抓到把柄，然后后面他要做什么你都不知道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防人之心永远是不可无，害人之心是绝对不可有。